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场。为了新观众呢，我要讲一次给你们听啊，就是救护车的 BGM 呢，为什么那么常出现？因为呢，我家是住在医院的附近，所以这个每天都会出现是正常的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常常呢会去玩具批发取材啊，看到有趣的东西，我就想要买回来跟你们分享。但是有一个东西呢，我买回来放着放着，放超久，就是这个红外线对战机器人。我一直想不到呢，要用什么主题去拍会比较好。但是呢，我今天终于想到了。在开始企划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两只机器人装好。前置作业终于完成了，哇！不得不说，他们这个包装真的是用铁线凹来凹去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要的电池总共要几颗？给你们猜一下，4号电池，10颗。我的库存一下子就少一半，总算是完成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。好，我们先把机器人的频道呢调到 A， 然后遥控器的频道也调到 A。等一下，这场地真的太小了，我需要更宽敞的场地。其实呢，今天原本的企划呢是要看左手跟右手谁比较厉害啊，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操作难度单手好像没办法完成，因为你还要另外一只手扶住它的这个操作把的这个下面啊，来左右移动啊，所以呢改变企划。那我们今天规则很简单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来 PK， 我们两只等一下看谁先碰到那个罐子就赢，碰到就赢了。但是它有枪嘛，你看它可以发射了，是把对方干掉也算赢。开始，没有碰到，3战2胜好了，开始。哇！哎呦，直线走嘞，太扯了。哎，他中邪，中邪，中邪。哎，我这次也中邪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卡关了。这个也太难操控了，这是办法。哎哎，这角度，去死！你敢动开？怎么着？应该是卡住了。你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最后最后最后，好，准备开始。哎，呀，太瞎了。好了，各位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红外线对战机器人了。我最后呢，给他评语就是，这是什么烂东西呀、啊？